妈抱抱我嘛。哦，妈妈帮帮帮帮你啊。哟，还有一只脚呀，谢谢。甜哼，来，来去给老贝庆生啊。你把舅舅的车都搞臭了，免躲免躲，走吧，太臭了。潮汕天天鲜火锅，好了呀，这么快啊！最后压轴登场，奶奶，奶奶，阿罗，你不爷爷呢？啊，臭臭臭臭，你不快爷爷吗？臭臭牙膏，臭臭，洗洗好不好？他憋了一路了，奶奶不嫌臭啊，奶奶觉得是香的。看来今天生意还挺好的，我来给你们上菜了。你上菜，上菜。今天生意看着很好哦，就是啊，今天特别火。把你跟西西妹妹调开，让你好好吃饭。给他们这个厂家的饭吃啊！你有前科知道吗？最近临近过年了，所以生意比较好，什么肉都快没了。我们来的太晚了，抓紧吃，快没肉了已经。哇，这么热情。你是好久没见了，你这是多呀？我在哪里了？你那去武汉找过这个贝贝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喜欢的是不是？还想帮你。贝贝，好棒啊！一来就埋头苦吃。还有饺子，我们三个回来太晚了，都没有肉了。再有一点，没有，是今天生意很好，你看基本上都满座了，满座已经走了一波了。哎呀，我就剩最后这一份了。贝啊，生日快乐哦！跟老贝说生日快乐，他还没吃饭呢，没顾上吃饭。来我家，都想着抱，都想着抱了。今天抱着孙爽了，对不对？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比什么烟吗？准备老板是考试考100。好好，现在跟妹妹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慢点，你们慢点，要慢冷哎，你管喂，到家了。谁的车？这里有个安全帽，刚好留给我老爸。从福州没给你带啥，给你带了个这个。带这干嘛了？监工啊。安全帽。监工。有点那个样子啊。包工头要黄色的。监理监理，干你耶！这大堵墙都倒好了。带个大舅哥，这刚好是专业的。本来是蛋糕夹心的，我有蛋夹的，那梨桃的嘛。要，你说我要，给他大伯物，去哪儿？我再去福州。啊，赶紧慢慢的压，慢慢的压。这边环境能适应的呀。不用，我讲过，第二个压红，第二个呀。那不骗我。你刚怕的呀？我随时卖过的。哎，就跟他跑河，你们叫他去拿去，没得得去嘛。我只是你不是等你怕赶紧骂死的不要紧。那边奶奶等得更着急。哎，跟他说了都无所谓啊，只要跟他打招呼。老人家肯定就等着孩子回来。我好像屁了，假水假贴，比我看个小脸。爷爷给阿泰买了一身貂，看得很高级。阿泰，票票票票，我们去找太奶奶好不好？太太气着我们呢。哎呀你，哎呀你，哎呀你，你也来不？哎呦呦，别踢了喂。我们没回来，他睡得不踏实。他刚才就已经单单去咱们房间了，衣服都没穿。在听着动静呢，我们进来了他就起来了。你那比较热，来到我这儿了。切边头。
感冒无较好吼？无，我感冒无感冒。无感冒，我感觉甲车甲烧声哩。喂，到头了呢，很高咯。哎，高十八了，怎么讲？你漂亮嘛，我都唔敢打电话，惊打你咯。他妈讲了几下才袂记诶。嘿嘿嘿。阿娘嘞，来。No， 你看谁？谁？谁呀？你看看谁呀？这个给我。这是谁呀？公哦，啊你无想可以。孩子小，现在就是没心没肺。一回来就把我爸也忘了，不跟他聊天啊。等再大一点的话，他走的时候就知道哭了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好，加你，啊，卡赞可以问的哟。要这样了，视频。吃一碗果冻。你干了杯了。一天天，有什么嘛？有皮的是给吃，比我最高兴干了，爱本我朋友的跟我最高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这个。上去吧，哈。嗯嗯。到了说一声啊。好的。舅舅走了啊。舅舅。舅舅走了怎么办？怎么做了个鬼脸？好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我们过年去找舅舅哈。好，舅舅，拜拜。哎呀。